Thank you.
小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主学时光。这一年来，小朋友们听了许多有大王的故事，有好王，有坏王。虽然有一些王很坏，但圣经仍然把他们记录在案，因为这些都是按着上帝给大卫的应许，都是大卫的后代，一直延续到耶稣基督的诞生。那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王，是西西家的儿子，名字叫玛纳西。玛纳西呢，是犹大国在位最久也是最坏的一个王。最终，他还是被上帝所感动、所归正，成为专一敬拜神的王。那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帮助我们今天可以认真的学习。赶走所有的瞌睡虫，让我们能成为你喜悦的孩子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们先来看今天的学习目标。我们的学习目标是要效法玛纳西，谦卑认罪悔改，能够成为重生的基督徒。那各位同学们，如果你们想要进一步的了解关于玛纳西故事呢，大家可以看《列王记下》第21章，或者是《历代志下》33章。那我们还没有听故事之前，我们先把今天的经文先念过一遍。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诗篇第51篇第一节。我们一起来念：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诗篇51篇第一节。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玛纳西的故事。玛纳西他是西西家王的儿子，他在年幼12岁的时候就登基做了犹大王。他的父亲非常爱上帝。当西西家病重垂危的时候，他向上帝祷告，是上帝医治了他，并且延长了他15年的寿命。当玛纳西12岁登基的时候，西西家和他一起来管理这个国家。西西家最重要的心愿，他的心愿就是要培养玛纳西成为一个好的统治者。随着玛纳西的成长，他也知道，当初当亚述人来围攻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他的父亲西西家向上帝祷告，祈求帮助，上帝就将他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。而且玛纳西还知道，他是他的父亲拆毁了偶像的殿宇和祭坛，并且鼓励所有的以色列人，所有的民众要单单的信靠上帝。可是当西底家王去世了之后，玛纳西已经22岁了，他就决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统治这个国家。玛纳西并没有顺服上帝，也没有听取先前先知们以利亚的警告，反而他背叛了上帝。他做了什么呢？他鼓励人们重新建立他父亲所拆毁的异教祭坛，就是那些偶像的祭坛，而且这些祭坛都被建在全地整个犹大地的丘坛之上。玛纳西呢，还为巴利造偶像，甚至鼓励人们敬拜侍奉巴利。尽管上帝已经禁止他的子民去敬拜其他的神，但是玛纳西效仿这个作恶多端的亚哈王和他的妻子耶洗别，建造了偶像来敬拜亚瑟拉女神。这个玛纳西呢，越来越离谱，他甚至
将这些假神的祭坛还建立在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当中。上帝曾提醒这些人，所以这一个圣殿呢，是要上帝的名永远在这个圣殿里面。但是呢，玛拿西却把这些假神都搬到圣殿里面，而且他还蛊惑这一些人民去敬拜天上的星星，这也是上帝不允许的事情啊。玛拿西并不顾上帝的禁令，他肆意的实施诡秘的这些异教活动，而且恶行不断。他不单只是把偶像建在丘坛上，他还问巫术、学占星术和占卜，甚至他把自己的儿子杀死了，当作烧成画祭，来烧成画祭。而且这个玛拿西呢，还做了非常恶劣的事情，就是他杀害了这些反对他的人，这个让耶路撒冷沾染了无辜人的血债，他就成为了整个犹大地最邪恶的王。为此，上帝非常的愤怒，虽然他已经警告了玛拿西和这些犹大人民，可是他们却不听，所以上帝就开始施行了他的审判。他使亚述王的大将兴兵举兵入侵犹大国。当亚述攻来了之后，玛拿西战败了他们，这些人亚述人就把玛拿西俘虏到亚述去。而且这个亚述王呢，也是巴比伦的长官啊，所以他们就把玛拿西带到了巴比伦，是用铁钩勾住玛拿西的鼻孔，就是这样子的，把他带去了巴比伦。而且巴比伦这个城市啊，是以邪恶闻名的啊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巴比伦是一个很邪恶的城市。所以玛拿西呢，被关在这个巴比伦的监牢里，一共有12年之久。在这12年里面，他非常非常的痛苦，我相信他心里面也非常的后悔。感恩的是，他的这个悲痛呢，使他回转向神，所以他在监牢里面，他谦卑的向上帝认罪，寻求的上帝的宽恕和帮助。其实很少人会认为他值得上帝的怜悯，但是上帝却有丰富的慈爱，上帝怜悯了他，还垂听了他的祈求，也被他的诚恳所感动。所以上帝的爱和宽恕是会给我们每一个真心认罪悔改的人，让我们能够被上帝的爱所包容，上帝所赦免，即便这些人曾经做过最邪恶的事情。所以上帝答应了玛拿西的祷告，所以这个亚述王呢，就决定要再次的冠冕这个玛拿西成为犹大王。当这个玛拿西被重新冠冕为犹大王之后，他回到耶路撒冷，他真的悔改了这一次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到他开始拆除了建在全地丘坛上所有的偶像，而且呢，他也把圣殿和耶路撒冷各处的这些异教的祭坛也都被拆除，而且丢到了这个城外。在圣殿中再也没有上帝所禁止的这些偶像有关的事情的物品，全部都被搬出来了。玛拿西他还重建了圣殿中上帝的祭坛，并且在祭坛上奉献了火化祭和平安祭。当他把这些偶像全部清除了之后呢，他也很勇敢的在百姓面前为上帝做见证，甚至他也承认，他也在神的面前，在会众的面前认罪，误导了他们，而且做了很不好的榜样。但是现在他自己悔改了，他
他也劝勉这些百姓们呢，都能够归向神。所以就这样，在他的马拿西虽然是犹大帝最坏最坏的那一个王，但是他的结局却是因为他被上帝所归正了，他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不单只是他自己成为敬畏神的人，他还劝勉他的百姓全部都归向神，这个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啊。所以从这个马拿西的这个故事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属性，相信在这一年来，同学们都已经对上帝的属性都非常熟悉了。但是老师还是要继续的跟大家强调，上帝是那一位有恩典和怜悯的神，他的恩典和怜悯不单只是给马拿西王，也一样给所有他所爱的每个罪人。只要这一些罪人愿意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，上帝敞开双手去拥抱每一个罪人，只要每一个罪人愿意真心的悔改到他的面前。第二，我们也看到上帝是公义、是信实的，因为从过去的这些讲到这些王的故事里面，我们都一直在强调，上帝一直提醒我们每个人，从那个时候他颁布律法给这些以色列人，一直到我们现在，上帝都一直告诉我们，他是公义是信实的，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，他愿意，他会赦免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也因为上帝是公义信实的，所以当人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，他应许给人的救恩是要从这个亚当的后裔，到后来当大卫成为以色列王的时候，上帝也应许他，以色列的拯救是要从我们的拯救是要从大卫的后裔出来的。虽然从今年的这整年的学习过程里面，我们看到从大卫到耶稣的诞生这么多年里面，这些犹大王、以色列王、犹大王真的是有好的王，也有恶的王。不管这些是好的王敬畏神的，或者是恶王打像马拿西一样悔改的，上帝仍然按着他所应许的保守整个历史的过程，一直到耶稣的诞生。我们相信上帝会按着他的公义和信实，继续的保守我们，一直到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日子。所以各位小朋友们，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首先，当我们确定的知道我们已经犯错得罪神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，向他认罪。你要恳求主耶稣来更新我们的心智，好使我们行事为人与得救的恩相称。什么叫做行事为人与得救的恩相称呢？意思就是，不管我们做什么，我们说话，甚至是我们思想的，我们所想、所做、所说的，都是上帝喜悦的事情。比如说，在这段期间，大家是否有专心的在家里去完成老师给的网上的功课呢？有没有专心的来上课？或者是就像上个礼拜的主日学，我们的主日学校长给我们的提醒，大家能够有没有在这段时间好好的学习，让我们重新回到实体聚会，我们的实体主学了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新的，每一位小朋友都是被更新的，来到火热的来上我们的主学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所以如果不管我们所想的，我们所说的，我们都是可以讨上帝喜悦的，可以这种就叫做行事为人以得救的恩相称。OK，那第二呢？我们也要像马拿西一样的做见证，是要使其他的人悔改，来祝福其他人。简单的来说，其实就是当我们在神面前有好的行为，有正确的思想，能够说造就人的话，
那我们就是在神在人面前做好见证。那我们不单只是要自己得上帝祝福，我们也要把福音传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，让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经历上帝的赐福。那各位小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的主日学就到这里，我们要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。按着上帝丰盛的应许，你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，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。求主耶稣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样为主做见证、传福音，让我们可以祝福我们的家人、朋友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各位小朋友们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哦。